测试谁？我跟他的缘分。这还需要测吗？你把手伸出来，伸出来，你把手伸出来，放这里哈。一二三，哪只手比较痛？左手。这只手比较痛。嗯。好。哪个手指头比较痛？感觉一下。那你再捏一遍。好像是这个。这个。嗯。好。然后是怎么来着？用这只手去量它有几节。你摸你漆黑的手指。四、六、六下，然后开肩膀，偏左哈。那先左，二三四，就这样，来拍六下，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你错了没？我不知道。来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啊！锁住了，锁住了，什么意思？哦，这是锁住了的意思。那那个呢？那散开呢？散开就是有缘分是吧？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哈哈哈！请大家多多期待《百月繁星》吧。一辈子能遇到一位良师，该有多么幸运！因为我的老师他当时教我的时候也是70多岁，我觉得他是帮我打开了有爷爷奶奶照顾的那个门，亲情的那个门。周深在乌克兰的恩师是他磨了3个月才求来的，这场相遇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事情还要从周深高考失利远赴异国他乡求学说起。我也觉得至少你可以找一份医生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学医很难，用别人的母语学医就更难了。乌克兰是个多语种国家，周深每次上课都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听讲，但生僻的专业词和语言让他如听天书，只能下课后借同学笔记来看。用他们的母语去学医，哇塞，一节课我能听懂10句话都是赚的。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即使这么努力，大一结束后他大多数课程都亮起了红灯，只有一门勉强过关，整天忙忙碌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深深感到浪费父母金钱的同时也在浪费自己的生命。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父母的钱又浪费自己那么辛苦跑了那么远去学习。迷茫困顿之际，同校的乌克兰利沃夫音乐学院开始招生，仿佛是黑暗中的一束光，周深狠狠地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对，我觉得那已经不是希望了，那就是只剩那么一条路了。其实他也没想以后会靠音乐吃饭，只是想要学进去东西，不虚度光阴。周深毅然从医学转向音乐，期间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考音乐学院的时候，家里人就说是不行，中断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逼迫他回到正道上来。周深并没有被困难打退，他一边打工兼职一边学习，咬牙坚持。然而音乐之路并非坦途，周深因为过度练声导致声带小结，那段时间几乎失去了他真实的嗓音，差点崩溃。所以那个时候的绝望是巨大的，就觉得我就像刚才说的，我觉得音乐已经是我最后一条路了，然后我选择走上这条路，啪，失声了。就是到底是要给我什么样的考验？这也让周深下定决心，一定要找一位适合自己的老师。在心仪老师处连连碰壁，周深没有放弃。就收我吧，但是我还是不能收你。说他3个月吧，你每天都去他门口，每天都去他课堂，一有时间就去问老师们，我那个老师在哪个房间上课，然后去找他。3个月坚持，只为得到这位德高望重老先生的认可。70岁的老教授最终还是被打动，成了周深音乐道路上的引路人。教授不仅传授专业知识，更是如亲人般关心周深的生活点滴。他每月收入只有微薄的2000元，却为周深买水果补充营养。最深的是像猕猴桃，它其实在我们来说是相对来说很贵的水果。当我老师看见我，他觉得我很瘦小，觉得我营养不良，觉得哎你肯定没有好好吃饭，所以每次上课他都会自己给我买一个猕猴桃，就说哎你看你该吃一个，你要多补充，你要多长高高。有一次周深穿着破洞裤来上学，教授以为他买不起衣服，毫不犹豫地暂停课程，亲自带他选购新衣。穿那个裤子去上课的时候，然后老师就说哎呀周深你怎么没有钱买裤子呀，我们今天别上课了，我带你去买裤子。钢伴老师还亲切地称周深为小太阳，因为他见我第一面他不会叫我名字，他会叫我哎呀我的小太阳来上课。当周深在中国乐坛崭露头角，面临事业与学业难以兼顾的局面时，正是这位恩师替他在校长面前求情，帮他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周深的音乐事业蒸蒸日上，乌克兰的老教授却一天天老去。新加坡演唱会前夕传来老师骤然离世的噩耗。当天接到我当时读书的同学，然后他们就说是啊你的老师因为自己在家但生病就去世了，然后我就那一下我就觉得哦不行。那一刻周深强忍悲痛，顶着身体不适用开水开嗓，奋力唱出最美妙的歌声。他不想给老师丢脸，把你飞远去，把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老师是乌克兰功勋级的歌唱家，对流行音乐起初并不认同，但他尊重周深的选择。临别之际，老师对周深说，你若想唱流行尽管去唱，但如果有一天你想回归歌剧，想要挑战更高的音域，
我一直在这里等你。然后我们就没有想到，是特别那么爱开玩笑的一个老师，他跟我非常认真的说了一句，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收你为我的徒弟。他说我一定会继续教你，我很开心认识你，我还要教你唱更高的音。新加坡公益演出结束后，周深沉浸在哀思之中，他回到乌克兰为老师送上鲜花，以此缅怀和致敬。三个月后，他演唱歌曲《亲爱的旅人》啊，歌词中的每一句都像是对恩师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旅人，你仍是记忆中的模样，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远方。同时推出的《花开忘忧》更是寄托了对老教授无尽的思念。我每一声再见会开启一个新的空间，每做一个梦只是空洞而的重叠。你好吗，离开的人啊。特意安排在教师节首次演唱，彩排时周深更是难以激动，泣不成声。周深无疑是幸运的，在异国他乡留学，遇见了两位如爷爷奶奶般疼爱他的老师，他们不仅用知识灌溉了他的音乐才华，更以无尽的关爱温暖了他的心田。假若恩师仍健在，看到周深今日的成就与风采，定会为他感到无比骄傲。那么接下来，周深回到国内，音乐道路上遇到了哪些挫折与考验？他又是怎样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呢？请收看下一期。
小餐本人而哭亲哥给爸爸可怕的撒布 Soon go back in On a go party Dirty but sexy My owner but nerdy This is for 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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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many push-ups can you guys do? Because I want to tell you guys, because recently, Xiao Zhou has been working out so hard. Yeah. Oh.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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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Wait, where's the camera? The camera's here? Okay, good. Can show all the muscle. Can show all the muscle. Yeah, Xiao Zhou, 30 seconds. Ready? 3, 2, 1, go! 4, 5, 6, 7, 8, 9, 10. 49. 加油, 1, 2, 3, 4, 5, 6. Yes! How many? 55! No, the camera's this way. Yeah. P-Mic? Oh, getting serious. Hold on. Whoa! I don't even think this is Strong Asia anymore. P-Mic, let's go. Ready? 3, 2, 1, go! 1, 2, 3, 4, 5.47, P Mike. The winner, best team. From the next episode, Mike will be resting. Mike.